林尼特反转来了，枫丹地图水神形象调整，大团长法尔加 3.8 登场。在测试服数据中， Meryl 舅舅解包出来了林尼和林尼特消息，两位并不是一体的傀儡师，而是分开。林尼是五星火系弓箭，林尼特为四星风系单手剑。林尼的设计很有意思，毕竟谁能拒绝一个穿丝袜的小男孩呢？那个皮带还有点露肉感，林尼特就是妥妥的枫丹猫娘，感觉林尼特这腿等于林尼的整个身高了呢。不过随后 A 就表示林尼特的属性并不是风，而且一位水系角色，神之眼在节上应该是后背。此外 A 就还表示水神的形象会进行一些调整，那这么说的话，林尼特也有可能不是四星了吧。然后是由内鬼晒出的枫丹地图全貌，同时根据内鬼的消息，枫丹的水下是有分层溶洞以及隐藏锚点的，也就是说在枫丹我们将潜入海底世界进行探索，不知道在水下这种幽暗的环境会不会劝退部分玩家呢。而且既然要开放水下地图，难度也会直接飙升。根据胡桃舅舅透露，大团长先3月8日剧情里出现，枫丹版本会有更多法尔加信息，可能会在枫丹落地，终于是能够一睹大团长法尔加的风采了。之前那封信让我感觉法尔加大团长是个大憨憨的形象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反转呢？例如一个帅气高颜值的金发小伙子，大家觉得呢？